道正宗的西安凉皮儿，我特意来到了秦镇，带大家去尝一下。帮我调一碗最正宗的。哎呀，谢谢！油亮油亮的，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新鲜的米皮，还是热乎的。而且它这里面的东西特别简单，就是豆芽，然后和这个米皮，我尝一下，满满的辣油。粉丝先吃，真的太好吃了。对啊，这辣油比那个辣，不要咋了，能吃到那种大米的那个鲜香味儿，就有点甜，米皮本身，然后再加上它这个特别香的油辣子，我觉得真的是满分，太好吃了。很好，老板还送了我一瓶冰峰，谢谢。你们是这样开了多少年了？一百多年，四代人。西安秦镇的米皮，2008年被纳入了非遗食品，所以这是多了不得的一碗米皮啊。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，西安大厦高楼四连的一座一座。